忙的理所应当。如今月亮的光芒已晒过太阳，女人开始闯荡，男人占领厨房，洗衣做饭煲汤，已不是你的战场，在外呼风唤雨也不是我的专长。曾经五千年历史的女弱男强，如今熬到女人起义，妇女解放。你忙，你忙着日子过得有点发慌，你忙，你忙着未来让我不敢去想，能不能给点希望让我看清方向，能不能留点时间让我告别告别往日辉煌。我一心在为家而忙，希望你能多点体谅，家里家外换个方向，把日子过得更漂亮。我不想和你比谁强，希望你试着去欣赏，风光都归他们眺望，女人开始变强，男人不想退让，对酒当歌弹唱，早已有模有样，挥洒自如闯荡，可是理所应当。曾经一家人一时的坚实后放，如今交给男人来当，自己换身衣服上场。你忙，你忙着事情做得漂亮，你强，你强着做人做出担当，能不能给点念想让我挂在面上，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隐藏今日悲伤。我一心在为家而忙，希望你能多点体谅，家里家外换个方向，把日子过得更漂亮。我不想和你比谁强，希望你试着去欣赏，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手上。您看这包啊，色彩好，款式新，限量版，特别适合您女朋友背。学校、嗯、怎么样？嗯，喜欢吗？喜欢就买了。那成，要了。哎，谢谢，小豆。嗯，好。哎，里边请。谢谢。欢迎光临，请进。二位第一次来吧，我给你们介绍我们店的产品啊。这边不用了，我们对你们的产品非常了解，咱们在网上都聊过好多次了。哟，老顾客，顺着网店摸过来的。对啊，早就想来实体店看看，来淘点心仪的好货。哎呀，欢迎欢迎，这儿的产品啊比网上丰富啊，你们随便挑随便选，就跟回了家一样啊。行，我们自己看看吧。哎，好，谢谢谢谢。咦，老板有优惠吗？小谢，在这上面给这位小姐再打一95折。知道了。小宁。哎，回来了，外边冷是吧？心冷。现在店里漂亮姑娘多了，我又见到从前那个大献殷勤的徐小宁了。哎呦，不是一码事儿。我这为咱们的喜人的销售成绩欢呼雀跃呢。还打95折？你尽管说。嘘，包本来就95折，啊，我这牌子没挂上去呢。行行，别说了，只要您高兴就好啊。过来，你说一声。哎，刚才啊，我又出去踩点儿，咱们左手那家鞋店，右手那家内衣店生意确实不行。我装着进去买东西的样子，把他们店里里外外的考察了一个遍，结果让我很满意。这玩儿真的？那当然了，我要是把这两家店都兼并的话，你想啊，这营业面积不就扩大3倍了吗？咱这营业额刚稳步增长，你就要兼并，步子迈得太大了吧？哎呀。我先筹划一下嘛，具体实施怎么也得半年以后。呵，你这时间表都有了。嗯，媳妇儿，我不得不劝你一句，这营业面积扩大3倍，辛苦了就得翻3倍，能承受得了吗？你看啊，现在店里生意这么火，赚钱得抓紧啊。等我把资金筹够了，我再买他一个新厂，让我的蓝心疲倦重获新生。对，你这才消停几天呀、啊？我才解放几天呀、啊？又回旧社会了，啊？咱小家小业的。生活节奏平稳，生活方式健康，多好啊！家大业大，操心就多。哎，你悟到那些人生真谛，都就是饭给吃了。哎呀，我不就畅想一下吗？让你说出这么多的闲话来，真是。我算是明白了，不折腾啊，就不是兰心。您慢走。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光临。谢谢。小小，去叫你爸吃饭。你去叫吧，你去叫吧，不用叫了。
不用溜须拍马，都坐下，我有事儿要宣布。今天李刚专程赶到四 S 店来拜访我。啊，他真去找你了？李刚找你，他说什么了？我们双方就事业、家庭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和磋商，交换了一些男人的看法。谈得怎么样？我宣布两件事啊。第一件，我对李刚的看法有所改变，这小子有点脑子，关键是有张好嘴。凭我的经验，你别说，这小子啊，没准还真是块做生意的材料。虽然我对你们恋爱的前景仍不看好，但是我不拦着你们俩，给你们俩一定的自由，有一条，不准进展太快。谢谢老爸，恭喜老爸，您在怎么当好家长方面进步是大大的。那第二条呢？第二条，我们谈到了服装店以后的经营策略，并取得了共识。李刚说的好啊，能挽救服装店眼下颓势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我认为你们那个服装定制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试一试。我希望你们加紧啊，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书来，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经营步骤来。我认为可以，就可以考虑给你们追加投资。老公，你太好了。老公，那天你发脾气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我承认，这么长时间，你为我做了很大的改变，也忍让了我很多。我心里其实是很感激、很感动的。嗯，同意。老爸，你的改变我也看得到。我觉得你在当老公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接下来说说孩子的问题。我保证，我一分钟都没有想过打掉孩子。我之所以会犹豫，是怕你有了孩子以后会把我留在家里当主妇。不过现在好了，老公这么支持我的事业，我没有顾虑了。那就是说这孩子保住了？对呀，我决定了把孩子生下来。这么说我有儿子了？谁说一定是儿子啊？不是，我有预感。来，喝点红酒好好庆祝一下。来，哎，你不能喝酒，我替你喝。哎呀，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人生美满不过如此，太好了，好，太好。孩子我生，不过呢，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说，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在生孩子之前，我得工作到最后时刻。生完孩子恢复以后，你就得让我回到店里，我不能离开太久的。不管做大做小，那毕竟是我的事业嘛，不许你用孩子把我拴在家里。好。你只管生，我负责带。老爸，你这样子太可爱了，是吗，陈梦？嗯。我气场变了，我又成低三下四了。来来来，吃菜吃菜，来吃肉。老云，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这边太忙，抽不抽身就不过去了。这一大帮人都围着我呢。理解，理解。我祝你幸福，再见。哎，杨丹。啊、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什么。我也祝你幸福。谢谢。我要小杨，我也要小杨。那就诉讼吧，法院会支持孩子跟着母亲。不是你们家里这个房子怎么办？我看不行就卖了，钱平分。用不着，房子归你，我净身出户。谢谢你的高风亮节。不是，等会儿，
不是你们这上来就谈啊，这个怎么分，那个怎么分，他怎么就不能论证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要分呢？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吗？你说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说没必要就没必要了。那好，谈完了，走吧。干嘛呀？真要离啊？是因为没感情了，还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了？我看你们俩就吃饱撑的。房子有了吧？还怎么打？一人一辆车，啊，小杨还那么可爱，这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生活吧？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呀？所有人努力奋斗，他想要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想找一个相爱的人，共同营造一个幸福的家，过着好日子吗？你们俩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却没完没了的为点生活琐事争吵，出了问题不好好解决，争着斗气儿犯拧，两口子生生弄得跟仇人似的。那以前除了爱情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吗？不是苦哈哈的日子也过得挺乐呵着的吗？现在条件好了，哎，要什么有什么了，怎么就不知道珍惜了呢？你们呀，真要是找不着北，好好看看我。我现在就是你们的从前。我这刚出来吧，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贪小利啊，栽了跟头，受了惩罚了吗？我现在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美得我屁颠屁颠似的。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我拥有了爱情吗？有了前进的动力，努力的方向。以前我对婚姻不感冒，可是经过这次挫折，我就终于明白了，拥有真诚的爱情和温暖的家是多么的珍贵。可你们却把这么珍贵的东西一手打破，眼都不眨。你说你们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你们真要离的话，我也拦不住啊。我要说的话我说完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也管不了了。我大白天的，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这会儿你不正在订婚吗？找我干嘛？我落跑了。落跑？你笑什么呀？很高兴是吧？你真行啊你！祝二位幸福！谢谢，可以了。然后对面出口走就行了。小白一直催我，我也觉得应该给人家女孩有个交代，可这事儿吧
越到临近我越觉得不靠谱。小白挺好，但不是我要跟他共度余生的那个人。我还真以为你这下半辈子呀，就靠打着鸡血过日子呢。鸡血打一阵子还行，总打，真撑不住。你终于承认了，早替你累得慌了。顺便问你一句啊，你觉得跟你共度余生的那个人，到底什么样啊？这个人呢，不一定处处以我为中心，啊，围着我转。他可能有点自我，甚至有的时候还挺霸道。我怎么听着这人那么耳熟啊？我跟他在一块儿，虽然有时候也掐，也吵，但是除了做夫妻，我还是希望从他身上能找到那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哎，除了过日子之外，还能够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处，顺畅交流。你说的这人不会是我吧？好像他就是你。那合着你是为我落跑的？你是不是心里特舒服呀？我就觉得特滑稽，这原地转了一大圈，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是有点滑稽。哎，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挺好啊。得了吧，挺好，挺好，还跑这儿借酒消愁？说真的，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后悔当初跟我离婚啊？有点。离婚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做女人的问题，也照出了失败婚姻中双方的问题。这么一说，离婚是坏事儿，也是好事儿。它让我们重新看清楚了自己，重新想想曾经拥有的东西，也重新掂量一下对方在自己心里的位置，重新思考一下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调整的地方。这等于给咱们上了一堂生活的大课啊。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在反省啊。咱俩离婚以后，我一直在反省，我幸亏今儿没去订婚，还有弥补的机会。杨丹，如果可能，我想重新来一遍，把以前犯过的错误一一改正。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给我留下重新改正的机会。你和那个汤俊到底怎么着啊？分了，没缘分。谢天谢地。哎，幸亏咱俩在岔道上走的都不算远，还来得及回头，否则啊，真有可能铸成遗憾终生的大错。你真的觉得这事有那么严重啊？我一直担心着呢，我生怕半路横刀杀出个程咬金，把我这点希望给掐死喽。老袁，你也有今天呀？你这不是挺会说软话的吗？早干嘛去了你？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这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呀，你甭管他有多大分歧啊，有多大争执，只要心没死，都能找到合适的对接点。只要俩人愿意往一块儿凑，这谁跟谁都能过，而且啊都能过得挺好。跟谁都能过得挺好，你干嘛不找小白对接去啊？你看你，我这不是想跟你重新找到对接点吗？请进，请坐。这几天经过慎重的考虑，我觉得家具馆这个项目运作的已经非常成功，所有的环节运转的也都很正常，设计团队也很成熟了，没有我的参与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也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你打算要走？嗯，我要辞职。
你发什么呆呢啊？网店上那么多事儿你都没处理呢，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呀？哎，对，我得出去一趟，那网上有几个包人要啊，咱这没有了。不会啊，我才点的货，所有款式的包店里都有啊。我管网店还是你管网店啊？啊，我比你清楚，你就甭管了。我走了啊。啊。先住着啊，休息休息，正好也琢磨琢磨今后怎么办。你是打算回去啊，还是留在北京啊？我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还是回老家吧，就当我从来都没来过。别说泄气话。你就先跟这住着，我帮你想想办法，还能不能找一工作安顿下来？你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行。啊，对。这1000块钱，你先拿着，不过别跟我说，拿着吧，拿着吧，啊，嗯。徐哥。啊。你人真好。跟这儿来了，带我去见宋媛媛。哎呀，行了，媳妇儿啊，媛媛这事公安局都给调查清楚了，老钱也被起诉了，老刘正在抓，就别让媛媛背着黑锅。走走，回家，别跟他计较，回家吧。我要去见宋媛媛。别谢。你跟人好好说啊，媛媛。蓝总。别叫我蓝总，我现在已经不是蓝总了。蓝心姐，你紧张什么呀？啊，瞧你，看守所带的，脸色蜡黄，都快脱相了。我活该，我自找的。我错了，可我真没有坑你的意思。当时我还提醒你来着，可是你……行了，别说了，都已经过去了。徐小宁啊，哎，这是你找的地儿啊？啊啊，对。这么小怎么住啊？走吧，拿上行李。啊，上哪儿去？先住店里面嘛，然后再慢慢找房子。哎呦，媳妇儿，你这真让媛媛回来？是啊，店里正好需要人手。南心姐，你真能重新接纳我？媛媛，咱们这么多年了，早成一家人了，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今儿应该高兴啊，不许哭。走，给你接风去。拿行李。哎，好嘞。媳妇儿，真没想到，你有着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慈母一样博爱的人心。看来我以前还是不够了解你，想不到在你霸道的表面下，还有一个这么无私、这么伟大、
这么了不起的情怀，这太有包容心了，太让人感动了。还有什么一米之词啊，都倒出来吧，我爱听。哎，我是诚心实意的赞美你啊。哎，老公，你对我现在的定位还满意吗？满意，我太满意了，你简直啊就换了一人。哎，不过呢，你这转变有点太快太彻底了啊，我还真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有点显得太平面化，太单调，太枯燥。我还时不时啊会怀念一下以前那个兰心。怀念以前的兰心？老公，看来你还挺怀旧的嘛。哎，要不这样，以后呢你也偶尔跟我发点脾气，让我重温一下你昔日的风采。徐小宁啊，你可真是个贱骨头啊，有日子不挨整了你就浑身不自在了是不是啊？行，我对你太温柔了，太舒坦了，太好了是不是啊？非得实打苦心伺候着你才舒服，才不单调不枯燥是不是啊？想找吃的你还不容易吗？慢了，不你点意思看看了你。舒服，这个受虐狂。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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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吧啊。怎么了？我想来跟你商量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我想要出让我那45%的红高股份，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把它收归在自己的账上。你什么意思？你要退出红高啊？对，现在项目运行的这么好，你这个时候退出不觉得吃亏啊？我不想想这么多了。关键是你打下的江山现在却让我来做，你真的舍得放下这一切？舍得不舍得都要放下，反正我已经想清楚了，只要你同意，我随时都可以签转让合同。你想清楚就行，我没有异议。谢谢你老袁，红高就拜托你了。行了，要走就走吧，以后有什么地方如果我能帮上忙，千万不要忘了来找我，我们永远都是朋友。不会的。哎，你和小白怎么样？好事将近了吧？哎，我们取消婚约了。为什么呀？哦，是因为杨丹吧？对，我转了一大圈啊，总算弄明白了自己。我想回到原点，再把婚姻这条路好好走一遍。这也算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断成熟的必然结果吧。那我先恭喜你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的。我一定好好努力。哎，你卖了股份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带毛毛出国走一走，我应该多陪陪他，自己也散散心，多一点时间想想清楚到底自己想做什么。我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借你吉言。张董已经把他45%的股份转让给了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红高家居占有90%股份的股东。现在，我宣布，博洋，你继续留任红高家居馆总经理、总设计师和设计总监。
码有电话。顾阳，张姐，转让股份这么大的事儿，你事先怎么不跟我商量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你这不是为了成全我牺牲你自己吗？你让我怎么面对这件事儿啊？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你不用有负担。你要好好珍惜你的事业，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在机场，马上就要出国了。你好好保重。再见。保重。我们走吧。这是我们全家四口，原来是三口，现在扩编了，你刚也算一个。对对对，我来一充数。舅舅，你为什么是烂鱼啊？你还别闹，听爸爸把话说完。梅子，这是我们全家一起度过的第八个春节，希望我们能有缘共度第十八个、第八十个除夕。来，干杯！小杨，来来。宝乐乐，咱们出去玩会儿去。慢点啊！慢点，孩子！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这您可真般配了，这整个一对皮球啊！老常，凑合你啊！陈鹏都这样了，一听说有饭局，立马就来了。这是迎咱二婚喜事儿。谁二婚啊？我这是复婚，不是再嫁。你们这是颠覆老祖宗古训，好马要吃回头草啊！这不是，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是吧，老袁？是。哎，他一求婚你就答应了，这也太便宜他了。就是，不能随随便便答应啊，得撑着点啊。得来不易啊，他才知道珍惜呢。是啊，谁说二婚就可以马虎？复婚也不能走过场。没错，既然重来，得从恋爱开始啊。你就让他像追小白一样，重新追你一回。这个我喜欢。哎，杨丹姐，干脆让他换一种新的方式再追你一年。我看追一年不够，至少得追两年，好好考验他。我看满打满算，怎么着也得三年、五年吧，六年吧，还得凑一点十年啊！哎，你们是存心想搅黄我这好事儿啊？幸亏我只有你们仨朋友，要是再多几个呀，我这辈子估计要孤独终生，嫁不出去了。咱能坐下说不准一大桌。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坐下。洋洋，乐乐，洋洋，快坐好，坐啊。哎，难得啊，真是难得，男女两大阵营硝烟弥漫的打了这么久啊，终于偃旗息鼓了。咱妇联跟妇姐这两大抵抗组织是吧，也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啊，和平过渡，同桌吃饭，组织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啊。那不成啊，这家庭问题呢永远都会存在，夫妻矛盾也不会就此就消失了。这样，我提议啊，这个妇联跟妇姐解散之后，咱们就成立一个家庭事务调解委员会是吧，以后各家有了事儿呢，委员会出面帮着调解，怎么样，郭阳？其实妇联也好，妇姐也罢，都不能代替人的主观能动性。那国家还有那么多法律条款呢，不还是有人犯罪吗？组织啊，就是一象征性的东西，有人糊涂彷徨的时候，能相互提个醒。哎，对，郭阳这一点深有体会。上回就是咱妇联帮着他悬崖勒马，能不提上回吗？这我说的是以后，上回那事儿就充分证明了，组织的力量那是无穷的，是吧？我还是主张啊，合并在一块儿成立一组织，而且适当的应该推举出一主席什么的吧。你这主席还没当够啊？其实有组织好是好，就怕有人有问题，他不向组织汇报怎么办呢？那好事儿啊，说明咱们呀都成长了，是吧？有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就不用再劳烦别人了。
看样子我跟杨楠分手这一年错过了不少好事啊。三家哥的有意思极了。哎，特别是老常进步那是相当的明显啊，他已经从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进化成一只主动拔毛的肉公鸡了。肉鸡，肉鸡。老常还要再接再厉啊。哎，是不是应该给个别做出过特别贡献的同志颁个奖什么的呀？对对对，尤其是我们家需要您啊，老公啊，鉴于你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我特别颁发你一个优质金牌老公奖，怎么样？好，这好，谢奖。不像话，还有奖杯呢，来。哎，我觉得差点意思啊。就凭徐小宁这股子对婚姻家庭、老婆孩子无私奉献、忍辱负重，还生活赚钱两不误的劲头，理应得一个全能丈夫大奖。太好了，说的。谢谢徐小宁，你终于熬出头了。谢。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老婆的奖项啊？你不想要个口头鼓励吗？这容易，我现在就给你。郭阳，鉴于你最近的优秀表现，我给你一个最佳进步老公奖。来，这奖，这奖太重。陈妈，你是不是多少有意思意思？好啊，那就给你一个最会省钱老公奖。还是金明呢？自己带上吧，你。陈爸，你也太小气了。爸，我给你一奖。你赢。你带老爸奖，好歹我们也两个呢。还是我闺女公正，你看。哎，杨丹，你别闲着，老袁怎么着也得得一奖吧？啊，我就算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好马识途，迷途知返。老袁，我就特授你一个最识货男人好马奖。来，我分给你，来，好马奖。好马奖，来，带着。小小，我也给你颁一个没心没肺女友奖，鼓励鼓励你。那我也给你颁一傻了吧唧男友奖。走。瞅见没有啊？咱们这边老了打不动了，年轻人马上开始打。这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呢？啊，那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啊！这夫妻不怕打，就怕没话说。只要打得有智慧，打得有文化，越打越热乎，越打越瓷实。严重同意。我忘了是哪位伟人说过，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做了你一万次的仇敌和五千次的朋友，这人他不是你老公，就是你媳妇儿。嗯，哎，老袁，今儿你买单，你怎么得主说两句？来来来，来你发表一下。来，站起来。那我简单说两句啊。我呢，一不留神离了次婚啊，但是通过这一年的反复，我有一点心得。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催生了很多文化的培育，比如说。饮食文化、茶文化、企业文化，甚至国家文化，但是就是没有人重视家庭文化。所以啊，我们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诠释现在家庭的状况，用一种新的心态来对待今天的家庭。以往一代一代的夫妻，他们只知道搭伙过日子，但是他们不懂得经营家庭，也不讲究两性相处的科学性。我觉得啊，这种现状应该结束了。我说，从我们这代开始，来，从我们这代开始，为了我们家庭的幸福，来，干杯！来。非常适合知识女性的佩戴。我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呀？啊，不是说好回来帮忙的吗？我买花去了，顺便办了一件大事儿。哎，你刚刚小杨呢？没办法，让他们找徐小宁帮忙去了。你自己张罗着，请人来庆祝咱们八周年纪念。啊，晚上来这么大一堆人，吃的用的，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吗？您倒好，磨蹭到现在才回家，一会儿杨丹他们就来了，看你给人吃什么。干嘛？哼，
不要以为这样就能堵上我的嘴，快干活去。不要以为这样就能俘获我的心，我看看。别动，从我进门你就唠叨个没完，做的多说的更多，我看你这老毛病就改不掉了。我决定趁咱俩今天结婚八周年之际休了你。哼，休了就休了，我还不干了。想得美，休了你我再娶一回。无论健康还是病痛，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今生今世不离不弃。美，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完整个人生吗？郭，你说呢？为了爱，我愿意。我也愿意。做饭去吧。哎呀，总算是收拾完了。你又琢磨什么呢？嗯？我在想，虽然你们女性天生就有猜疑、戒备和过度防卫的毛病，但是我必须承认，你们女性的这些行为确实起到了给我们男性扎预防针和敲警钟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你们男的就都滑向深渊了。那也不至于，归根结底我还是个相当有责任感和自控力的优秀男性。你要是赶上个差劲的，你再怎么扎预防针敲警钟也不见得起作用啊。那还是我的眼力好，你要是真这么差劲还入不了我的法眼呢。嘿，怎么都是你英明是吧？哎呀，我觉得通过过去这一年多的考验，咱俩的感情更瓷实了。这场婚姻保卫战总算是打赢了。哎，你干嘛去？你拿它干什么呀？还要加条款啊？你觉得这个协议对咱俩有作用吗？说实话吗？嗯。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它起什么作用，关键是看咱俩心里有没有这个家。只要心在，根本就不用什么协议来约束；要是心不在了，什么协议也约束不了。我提议撕毁协议，你同意吗？我也严重同意。好。是太阳照着半边月亮，房子车子我养，孩子你多帮忙。洗衣煮饭煲汤，样样我都擅长，全心守在家的后方，让你在外风风光光。老婆年轻漂亮，女儿前卫时尚，说我抠门怪我赖账，联手弹劾找我算账。把我说成这样还不是没你影响，你我可以做吗？何必互相较量，你用旧的眼光拒绝新的思想，我用我的倔强为责任一起来扛，没有谁比谁强，一个家庭需要榜样，需要配合互相欣赏，责任一起来扛。
需要榜样，需要配合，互相欣赏。